今天好早，那你就等一会儿再来。觉得我今天来的早的，你出去等一会儿再进来。QQ 音乐。音源中 QQ 音乐正在打开。我今天又换了一个发色，我现在又换了一个发色。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就染了。是一还是零还是0.5？我是0.5偏一，但我觉得我可能一会比较几率会比较大一些啊。怎么突然想弄了个电视？我家一直都有。现在在哪里啊？在家。星座我都没听过，只觉得就是熟悉，但是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我知道了，这首歌听过，到副歌才知道。我想当你的演员，你当不了，你这名字起的就很俗，当不了。啥都你都当不了。不修容他啊。那尸体啊。我的剧里没有尸体。就玄幻的那些东西都拍不了。
我开学了还来看你，谢谢你，可以不用看，出去吧。深圳龙儿，龙儿可能在淘宝上直播吧，你们要真想他就去淘宝去看他了。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口口声声说喜欢龙儿想龙儿，但是他在淘宝上直播你们也不去支持，你们也不买衣服，穷逼。对啊，就很装啊，就是你们就是很做作呀，就是在我这说喜欢龙儿多喜欢多喜欢，你们也没支持啊，对吧、啊，很假。嗯，在心里支持了那就大可不必啊、嗯、大可不必，那你就不用支持了，别在这装了好吗？口头支持能算个屁呀。东西很好用啊，他还不是卖衣服的吗？还有其他东西吗？土豆的洗脚水，我的妈呀！我的洗脚水怎么买的了？谁像你啊，八百倍的不洗脚。我的洗脚水就是可以洗完可以直接饮用，嗯，饮用啊。越看越年轻了，因为最近就是打扮呢就比较年轻嘛，啊。我一个人住吗？还有一只狗，来跳个舞看看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小奶狗是我，嗯，我现在是小奶狗，搬新家了，是的。今天因为漂头发，把头发伤得特别严重，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护发素，用完护发素感觉头发年轻了。对，什么发色？亚麻灰吧，这叫什么亚麻灰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不连线其他主播了？真心话大冒险，我愿意咋播就咋播啊、嗯！皮肤是真的白，我其实皮肤不白，这滤镜白。唱歌吗？唱不了。我今天遛狗的时候，然后把那个钥匙锁屋里了，然后在就是深圳这么冷的天气，然后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我已经感冒了，我感觉我已经感冒了。唱不了，真的。把给我滤镜关了，什么把给我滤镜关了，啥玩意儿？对，今天深圳大概只有四五度吧。酒吧今晚开业吗？
每天都开，嗯，你们不来天天问啥呀？你们天天不来，然后天天问说这酒吧开不开业，你闲的吧你？能看到图图狗吗？他睡觉呢，在深圳冻感冒。是的，嗯。当我的演员有什么需求？没什么需求，就是不你就觉得你不行，嗯。吃口香糖说话不怕吞了，那你看直播，然后又看直播，然后又打字，你不怕把手闪了？注意身体，谢谢。不然就学，那你问啥呀？对吧？有的人天天问，天天问说那个你酒吧今天营业吗？你不来你问啥呀？对，那个深圳和广州都很冷。哎呦我的妈呀！你要小宝贝吗？不缺，嗯。看我怼人刺激，我这不算怼人，这是正常聊天啊，这是正常聊天啊。深圳也这个温度，我现在深圳就说话都有哈气的，这屋里是开了暖气。龙二在深圳，龙二在北京。对，广州冷，深圳也冷，特别特别冷，我的妈呀！深圳有疫情吗？有，嗯，深圳多少度？自己看那个天气预报，零下十三度。那你那是北方吗？对啊。北方当然冷了，北方得四月份才能暖和起来啊。这么咱没拍呢？对的，是的，是芝麻二的那个酒吧。今天下雨了，是的，特别的冷，特别特别冷，特别特别冷。哎呦，东北哪里？东北黑龙江的。好想去深圳玩，又看龙二，龙二见不见你啊？你天天就在那块说那些屁话啊！那个又想去看龙二，龙二见不见你啊？你上哪儿去见人家？每天训练，你是当兵的吗？不回答废话文学，是的。连续下了两天雨又潮湿，是的。马来西亚好热，羡慕。特别羡慕，就是现在如果能有机会去那个去热乎的地方，真的好想去，太冷太冷了。酒吧开不开业呢？什么意思？你穿的好像不能说穿多少比穿什么更重要。屋里有暖气，对，赶紧暖和吧。哎呀，冷死了。对，我今天，你看我都感冒了，冻回来了。我今天就一直下雨，风也大，我的妈呀，冻死了。冷不了多久了是吧？嗯，我怕冷，我北方人我怕冷，但我怕热。靠具体位置啊，你就搜 Air 四九八就可以啊，去百度地图搜 Air 四九八，手表好看。感冒了？什么感冒了？嗯，事情吗？对，
安静的美男子还好，何宝今天被家暴了，我看朋友圈，你处对象了？被谁家暴了？开玩笑的吧你？对，维尼酒店旁边就是，是的啊。谢谢小哲的甜蜜记忆。我姓什么？我姓范啊。我姓范。我不是开了个酒吧，现在开业，早就开了，一直在开，啊、嗯，都开一年了，皮肤看着很好，那个滤镜，就是那个美颜开的大，真好冷，恒邦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是谈恋爱了，今天被家暴了吗？我看朋友圈这么说的。你看错了，嗯，你喜欢龙二类型吗？嗯，我们只是合作搭档，不涉及到喜欢不喜欢。这么三还没拍呢，嗯，关了美颜让你看看，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喜欢你，谢谢。长得像老二。说啥呢？谁像老二啊？你长得有点像龙二。来，你们点进去头像，看看他头像像不像龙二？你们点进去看一看，就是他长得像不像龙二？不像龙二就举报他。没有作品啊，嗯，他没照片啊。行，新家嘛挺温馨，还好。现在都不流行往年轻的打扮吗？我把本来就是剧里的络腮胡也现实当中也不留。小杨店长，店长不在我这儿啊。店长跟我私底下也没太多联系，想看店长你自己去搜啊，或者说就是出去。嗯，我的双眼皮我也没有双眼皮啊，我就是一单一双，偶尔单偶尔双，我的双眼皮不固定，有的时候就没有，就比如说困的时候我就有双眼皮，不困的时候我就没有。招人你也去，招什么人啊？店长现在开在宁，但不做了，他现在做保险呢。你们可以去支持，喜欢店长的赶紧去那个支持一下他的那个保险事业。哎，你们别在这个朋友圈打电话说，我多喜欢龙二，我多喜欢那个店长，你们都支持一下啊，对不对？你们都支持一下，天天在那说这个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就买个保险，你能咋的呀？对是对自己未来也好。嗯，而假喜欢就，对不对？去支持一下店长去。
你咋的话这是装？哎呀，那话啥？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喜欢我要怎么支持？我这暂时不用，等过一段时间我开服装店的，应该再支持一下，好吧？我现在没有开服装店，他们就一张嘴，是的，假。哎呦，那个观众都很假，是不是？那你就多买点儿，那个就是叫身边的人都多买点儿，好吧？会有开酒吧似的，图的什么？有在接触的人，是不是可以先让卖酒？不卖酒，五一来我酒吧玩能合照吗？可以，啥时候来都可以合照。但有的人来了以后不敢跟我说话，在角落里一坐，我就以为他是那个杀手来过来，就是谁派来是杀我的。反正角落里就喝酒的时候就暗自观察我。然后就很奇怪，那你就想打招呼，你拍照你就拍呗，有啥了不起的，对不对？对，不敢说话，没所谓了，没所谓。我觉得，我现实当中就是嘴比较就是比较爱说话。我其实我是现实当中，特别是喝完酒以后，我是特别爱说话的人。我是社交恐惧症，社牛的很少，我有点社牛，我有一点点社牛。拍啊拍啊，没所谓啊，你跟我拍照怎么办？又不喝，那没所谓啊。酒后社交悍匪，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因为做酒吧了，就是个性会越来越开朗，包括我对感情的态度也没有那种就是什么感情要很认真的谈啊怎么样，你认真了别人不想认真，或者说你认真了别人觉得太沉重了，感情就顺其自然。我也不是走那种纯情少男路线，你们说我是海王也行，说我是堂主也可以，说我是感情骗子就无所谓，就不在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两个人在一起挺好的，衣服不错，优衣库的。喝酒的人都会合照，那你会烦吗？我不会烦，我不会烦，就是合照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必须得 P 完你才能发。就有的人拍完了以后，然后发到群里了，一点都没 P， 导致我粉丝群就是来了进了来的。喜欢瘦一点帅哥吗？我就是喜欢瘦的，我不喜欢胖的，剧里边我的搭档们都可能都有一点点胖啊，但是我现实当中我喜欢小瘦猴子，我喜欢肌肉男，我喜欢体育生，我不喜欢那种什么。就壮熊啊，可爱的小猪啊，那都不喜欢，对，我喜欢猴子，我喜欢就是蹭一下能上树那种，没事给我摘个桃回来吃，我喜欢猴子。不会上树的咱不行啊，咱不行。
体育生很高也能接受吗？体育生通常高的都特别丑，嗯，体育生高的一般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人，嗯。谢谢你们的礼物，哎呀妈，咋的了？你们咋就是今天咋这么多送礼物的呀？就是平时都是一个人送，今天好多人在送，谢谢你们礼物。因为我今天太开朗，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啊。榜二发红包了啊，我都不知道。图图什么时候在酒吧？我一般，忙的时候会在酒吧。你就像昨天很忙，昨天我就在酒吧，嗯。后边显示屏在放歌吗？没有，他在做菜。嗯，这个电视有一个功能叫这个甩杆功能。啊，周末一般很忙，现在疫情不太好，生意，嗯，生意不太好，疫情。谢谢肖哲。美颜高了，是的，今天开了很高的美颜。两个人一直在抢榜一的位置，没必要抢啊，咱们就今天当不了榜一，咱们明天当，咱们就是避开这个风头，好吧？疫情过了没有？没有，最近就是还比较严重，嗯，也就很烦，嗯，很烦。我看一下手机啊，有人找我，稍等。坂田的不敢出门了。坂田，哎呀，坂田确实很严重。坂田就是每次疫情都有坂田。这怎么？这是个背景。背景挺好看，今晚这么早开播，你要觉得早你可以先出去等一会儿再进来，嗯，就咱们就是朋友圈朋友，就是咱们这个观众就很奇怪，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你现在先出去啊，你等一会儿你再进来，就是一样的效果，好不好？哎，榜一什么鬼没抢过啊？还招聘吗？招那个营销和歌手啊。龙二在哪里？龙二不在我这儿啊。龙二在北京。在淘宝啊，在淘宝直播的。之前在 KTV 做营销可以吗？可以啊，你来试试呗，你直接来我酒吧就可以，你不用，你可以来我酒吧，然后那个来面试就好了。图买过二哥的衣服没？我觉得我穿他的衣服应该不用买吧。啊，歌手有什么要求？歌手就是会唱歌就行。嗯，我跟龙二，我穿他的衣服还要买，那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吧，对吧？
你是龙二的女朋友吗？首先呢，我不是个女的。第二呢，就是我跟他没有谈恋爱。维京酒店是的，维京酒店旁边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嗨，你好，我是蕊希。今天你还好吗？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搜索。这啥呀？这不是歌啊，这是啥呀？每天晚上。涂老师无语了。我可以看你男朋友的照片吗？凭什么呀？你哪位呀？你赶紧出去吧你！你哪位呀？你奇奇怪怪的！我的男朋友为什么要给你看？况且我还没有，就有我为什么要给你看？你哪位呀你？你出去好吗？你奇奇怪怪的你！你一点都不可爱。榜一是个15岁的小朋友，哎，那你不要消费啊，十五的小朋友你不要消费啊，这15的小朋友你不要再刷了，你不要再刷了啊，你有钱你咱们不是这么花的，好吧，咱们有钱就多买两个练习册做一做，可以吗？可以吗？咱们小孩就不要花这个钱，买两本那个就黄冈试题做一做。万维做吐了，万维是啥呀？我都不知道万维是啥。咋的了？手欠的别点那个连线，好不好？就是你们手欠的别点这个连线，行吗？行吗？咱们行吗？就你别手欠点那个连线，行吗？咱们行吗？行吗？平时健身吗？最近没有，最近没有。万维也是一种练色啊，看着就很牛的样子。我们当年就是噩梦，就是黄冈试题啊。晚上好，你好。在哪里可以听？在哪儿都不可以听。我那是收费的专辑啊，在哪儿都听不了，没有那个发行。热爱唱歌的小华仔，我突然想通了，我为什么想跟你去拍电视剧，因为我想接触你，但是你说喜欢应该是想你付出。那个小华仔，咱们戏少一点好吗？咱们戏少一点啊，什么什么我想接触你，咱们就是认清现实，咱们就是人鬼殊途，咱们就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好不好？
咱们就是什么呀？咱们就是就什么？我喜欢想接触，没用啊，没用，好吗？好吗？好吗？可以吗？Can you understand？嗯。咋的？图图，嗯，啊，是他让我听，还是我让他听不见？咋的了？喂，听得见吗？听得见，你说吧。没有，看你直播呢。你连线有啥用啊？你想咋的呀？啊！你啥？你干啥？你没啥事儿，我挂了。我不想咋的。行，那挂吧。谁连线呢？连线都给我说话啊！不说话你。再连线我就给你拉黑了，干啥呀？你谁呀？你哪儿的呀？哎，神经病啊！干啥呀？多多，嗯。我跟你讲个事，就是前几天我们出去采核酸，然后去一个学校，什么？一个采核酸。采核酸啊，核酸，对，嗯，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所以有时候会出去别的地方采核酸。然后前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学校高校里面给学生采核酸，然后有个学生过来，他把口罩一摘。就那一下就是心动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讲。你用舌头给他核酸啊？我意思就是，人家是个学生嘛，然后，然后我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彩虹，但是我这里有他联系方式。所以你就说那个，哎，那个同学你好，我是那天给你采核酸的那个医生，那一次就是无效，这一次呢，我用舌头插你的喉咙，神经病。再见，还有事儿吗？没，拜拜。拜拜。神经病，跟我说这些东西。咋的了？兔兔你好。嗯，说。我不知道说啥，就是我就是有个故事想跟你。啥？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奇葩的恋爱经历，就是当时是我不知道我姐姐跟他在一起了，那个男的我喜欢他，他对我也特别好，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跟他表白了，然后人家一脸懵逼的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拒绝了还是没有拒绝，但是第二天我看见他跟我姐姐在一起牵手，我当时人都傻了。哎，对呀，没了，就是我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两个了。这不很正常，多刺激啊！这多刺激啊！跟自己的姐夫啊，那个就怎么样？你就是，真的很，对不对？这刺激我！哎，我现在我姐姐天天想骂我。啊，这种刺激的关系，咱们也没有怎么样，多好啊，对不对？啊。我姐姐说我是她的情敌，我的天！嗯，挺好。主要是我跟她今天还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不知道她跟我姐姐在一块儿了。我经常抱着她肚子玩儿，
然后我还傻乎乎的跟人家表白。那你这样，你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你姐一起抱着她肚子玩，左一个右一个。啊，对不起。这个我有过这么一次，他就在旁边，但是我姐姐不知道我喜欢他，然后我就假装以玩肚子的名义，我抱着他抱了好久，嗯，行，挺然好。后我姐姐就说，她说我是她的情敌，然后猜对了，你是湖南人吧？我是重庆的，哦，重庆的啊，好的，好的，还有其他好想？的。嗯，挂了。很奇怪。今生已不再寻觅。还要吃个药吧，我都吃了一个药了，我再吃一个吧。我觉得有点难受，难受家人们，有点难受，有一点点难受。呀，年纪大了，是抵抗力就真的下降。在门口，在风口上站了一个多，将近一个小时。钥匙锁屋里了，然后等开个公司，等了一个多小时。今生已不再多跑步，外面他妈下雨呢，你去跑步，你就是奇品，你就是奇品，满门抄斩那个奇品，你这大雨天你跑步，你就是《甄嬛传》里的奇品，瓜六，你就是个瓜六，就是，对，艾尔斯，今生已不再。怎么还吃饱了？很冷，确实很冷，深圳很冷，很冷的，烤个脚。冷不多穿衣服，屋里不冷，孩子，你的脑回路真的是，这你们跟你们聊天啊就特费劲啊，说天气冷，那你怎么不穿衣服？天气冷，屋里就得冷吗？咱们就是说，这是太费劲了，太费劲了，那你们就很奇怪，你们就现实当中你们交朋友，你们交屁朋友，你们连同桌你们估计都，同桌都有点不理你。你们还谈恋爱？你说，哎呦天！刚看完你的电视，今生已不再。有一点，你看我这，
我就觉得现在这感冒啊，立马就有症状啊，就是因为在那块站着。哪个区啊？罗浮区。Hello，您好。我身边的女士有一个同性恋，我身边的女生都跟我很亲近，就你们的表述方式，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同性恋，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跟我很亲近。有一个同性恋和身边人都跟我很亲近，他俩有半毛钱关系吗？这是两个故事是？你想告诉我两个故事是吗？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很奇怪呀，你们很奇怪呀。有一个同性恋，身边的女性都跟我，女生都跟我关系挺好的。咱们就说干啥呀？干啥呀？我还没吃饭，你这么晚吃什么呀？我吃个麻辣烫吧，都我吃个麻辣烫吧，家人们，我吃个麻辣烫吧。哎呀，那我现在手机在直播，我怎么点麻辣烫？先吃一下吧。染头发了，对。我今天我又改了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之前那个颜色掉了，所以越掉越黄。这个就是染成一个麻灰色。罗浮区哪个地方？你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孩子，那个姓就是叫夏的那个，就搜24/48，自己去搜一搜，好吗？啊。什么时候出下一部？今年年末吧，今年年末应该会出，这个发色好看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但是今天我觉得发型有一点点。乖乖的，就是因为就是用了护发素，就是很柔，就感觉很柔。对，我很喜欢，就是你知道我喜欢的男生，我就很喜欢，就这种有一点类似于学生头的这种感觉，就不要太短。我其实特别讨厌那种同性恋的那种短头发，就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同性恋，然后就显得自己特爷们儿。其实，哎呦，老吓人了，哎。对，我就很喜欢这种学生头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刘海，然后两边也不，两边就也没有那么短，贴头皮啊，特别讨厌那个莫西干的那种头发，然后就现在同性恋都把就剃得特别特别短的那种，然后头发就是往上梳那种，我都不喜欢。对，那你天还问我为啥不剪？短头发，你的头发都能扎小辫儿了。我领你上外，我领你要出去，人家都说你家这姑娘这多大了，长这么高，对不对？你还是你这个头发，你真的是本身你就长得就埋了吧胎的。你说你剪短的点，对不对？你长得不是特别干净，我只能说，太感人了，太感动了，是吧？哎呀，去都是去。现实当中哪有那么纯真的爱情啊，对不对？今生亦不再寻觅。我刚和你拍了一个，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我就发了这一个作品，我看见了，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手表分享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什么款来着？反正32万6000，
32,600块钱，这个是劳力士的，自己去专柜买就可以了啊。我这个颜色是巧克力色啊，玫瑰金巧克力色，对。喜欢榜一那种，榜一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下一季主角是二哥吗？不一定，不知道。手表是什么表？劳力士。你们主播是学什么专业出来？我不懂，毕竟我年纪很小。什么你说的话我也不懂，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没钱，榜一才12岁，榜一不要刷礼物了，就未成年咱们不要刷礼物好不好？他应该想当主播呀。主播竟然不确定是不是二哥，就不确定啊，很奇怪。短栗子头没，就是自然长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头型。我主页写200岁，你们也信吗？但是就是不要，就是未成年人不要再去直播间刷礼物，因为首先你们的钱不是你们自己赚的。要不是你亲爸就是你干爸的，所以就是咱们就是别花别人的钱。第二点呢，就是你们还没有一个判断力，就是说怎么去消费好不好。皮肤好好，因为这开滤镜了，开美颜了。对，没有可能是男朋友吗？男朋友谁会给你钱呢？现在就是你们在我直播间里一般都是零，你们就是在我直播间里，然后没事看我直播的人，你们要是有对象的话，你们就是男朋友也不是特别爱你。如果说特别爱你的话，你肯定就是在男朋友的温柔乡里边。你说男朋友不爱你的话，你想维持这个关系，肯定是你给男朋友钱，对不对？咱们就是很现实，对吧？人家手表戴哪只手都行，对啊，就是哪只手都行。我爱右手戴表，就是有很多人说你是左手戴表，正常人好像都是左手戴表，然后我是右手戴表啊。对，我是右手，我不爱左手戴表。我们的天也美丽，所以图图不平凡。我不是不平凡，我是不喜欢跟别人，跟大多数人一样。对，我不太喜欢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我觉得什么就墙倒众人推呀，就这种词我觉得都不是好事儿。年龄怎么改？不用改，不用改，你只要不是未成年就行。不喜欢随波逐流是吧？你唱歌好好听，一般。我觉得我唱歌一般，就是我觉得我创作能力还行，但是你要说唱的话，我觉得一般。喉结很可爱，那你可以舔我的喉结吗？
你可以说了我的喉结吗？神经病，你们爱好真的很奇葩的，奇葩，你们很奇葩。这不唱的好听，一般，我觉得一般，不从众心理，我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刻意跟别人不一样，莫名其妙，什么莫名其妙？神经病啊！Hello, handsome，无语住了。为什么带郭宇？我很喜欢郭老师，我是郭门，我在郭门，我是郭门人，Hello，最近好吗？周杰伦。伤心很有什么一点什么，郭家军，我是郭门人，嗓音啊，哎，看你们打这个字啊，哎呀妈，伤心，要不要给你们唱一首歌？凭什么呀？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唱歌啊？我想唱歌就唱，你们提要求我绝对不会唱，对不对？芝麻好好看，谢谢你。你会抽烟吗？我不会抽烟，但是我喝酒喝的难受，或者说困了，我就会抽烟啊。谢谢。你的歌我都听会了哈，感谢。谢谢你。偶尔抽烟，对，我其实就是累的时候会抽，而且有的时候我不点，我烟我不点着，我就是那种就是不点着，然后我就吸那个烟的那个烟草味儿。图会吃饭吗？我妈妈说让我自己吃饭，但是我觉得，筷子好难用啊。我说，但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啊，我也要学会。对，想 问这个问题，你会吃饭吗？感觉你黑头发更帅。与你无关嘛，就是我什么什么颜色更好看，与你无关。你要想看你就看，你不想看的话，你可以出去啊。我不喜欢别人点评我的长相，我的打扮怎么样，关你屁事啊，对不芝麻那件绿衣服在哪里啊？因为那个衣服卖没了啊，去年的时候就卖没了。今年，前年啊，去年就买了。土豆有个性，什么叫有个性啊？我觉得这是起码的礼貌吧。人家穿什么，人家怎么穿，关你屁事啊！就是这也算是有个性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很有毛病，就是有些人说那话都有毛病。哎，我有个性。我怎么有个性了？我穿衣服不是我自己的事儿吗？关你屁事啊！这也叫有个性了，对不对？很奇怪嘞。紫色鞋子，我都不没注意到他穿紫色鞋子啊。在店长那儿别乱说话，小心拉黑。在店长那儿乱说话，你们说什么了？五一确定在酒吧，应该在。五一正忙的时候能不在吗？对吧？刚才有人说要录屏，被踢了一半。
与我无关，与你们也无关，不要吃瓜，好吗？你什么时候生日？我是5月9号生日，今年的5月9号，就是我阴历是3月，阳历是5月9号，对。我多少斤啊？我81公斤，我81公斤，对，我81公斤，我81斤，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评论区里就是这个，哎呀，有些人就跟傻似的。81公斤，这很奇怪吗？81斤才奇怪吧？哎，我真的忍不了，我就忍不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很奇怪啊。正好，81公斤，我81公斤，我是穿，我一般衣服我穿 L 号和 XL 号，我看你像70斤，我别说了，我下面大，下面占了一些那个分量，对，别说了，别说了，别往外传啊，这是神经病，铅球是的，铅球，今生亦不再寻觅，直播效果拉满了。我觉得直播就是应该这样啊。有的人直播，我真的就是他长得再好看，我也不愿意去看他直播，因为他们直播好无聊啊。他们直播好无聊。就有的人直播就在那块，就是一端着，坐着都是坐的那么。特别端正的那种，你说你干嘛？你干嘛呀你？我现在不卖衣服，Eric，我现在不卖衣服，手机快没电了。是的，刚才就是提示了一下，我现在没有卖衣服，过一段时间再卖啊。谢谢黑福，谢谢我黑福哥，给榜一大哥盖块布啊。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哎，哦，那，你好，我是专程来道歉的。二。就前两天我不是在工作嘛，没有时间看你的直播，然后你的粉丝就录了个屏发给我。什么事儿啊？就是你读我私信的那个视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也不知道是哪天。是你的私信。没有，是我告诉他的，因为他说图图那个读了一个很逗逼的粉丝的私信，然后他录了屏发给我，他想分享给我看一下嘛，然后我点开一看，发现是我发的，然后吃瓜吃到我自己了。那你现在有觉得就是你聊天有很奇怪吗？所以你现在觉得发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很奇怪？对，确实是我后面自己分析了一下，就是确实发的挺突兀的。那天是可能是喝醉了，所以呢，没。对，就是专程过来道个歉，然后我也觉得确实不太好。道歉，道歉干嘛呀？
你对，我觉得哇，可能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样子。哎呀，这是小事儿，我没生气。我不会生气，我不会生气，我没生气。谁会生气？带来困扰，会给你带来困扰。有什么困扰的？我没生气，我这人一点都不生气。哎，发个礼物没必要。这咱们说真的啊，说真的，咱们这个礼物就没必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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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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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要停！就这神经病。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刚才说那个，突然有个人抢了一下榜一嘛，然后就稍微拉开点距离，免得等会儿又要说。你们不是很有钱吗？给大家展示一下。不是，我上次跟你讲过吗？我就是稳定穷的代表，就我一个月只有2、3千块钱，但是我没有开支。2、3千块钱没有开支，你平时不吃烧烤，对。你晚上不吃烧烤吗？就是我的衣食住行都是公司负责的，哦，对，然后但我一个月拿到手上只有2、3千块钱，哦，对，所以就是稳定穷，因为我一个月没有任何开销，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我花费。对你公款刷礼物可不行啊，就是有的人说你公款刷礼物不好。不会不会，我不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我属于国企职工，所以不会在意这些，我不care。你可不能挪用公款啊，好吧？不会不会，我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也不想到那个层次，那个层次太累还有什么？了。没有没有，就是给你道个歉，然后也抚平一下那些爱你的粉丝的心吧，就给你造成了困扰，很对不起。就他们那天，因为他只给我录了，就是你读评论的可能那1、2分钟那个视频吧。然后他们说你那天挺生气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当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所以就先道歉吧。我生我也不知道呀，就是那天直播我没有看，然后就只录了一个1、2分钟的，就是你读我私信的那个片段给我，我以为你发了很大的火呢。我直播从来不发火，就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来看我直播，觉得我发火了。我的直播都是有娱乐效果。没有说真的发火，你们跟你们干嘛呀？你们这也没什么钱，赶紧下。那我先挂了，等一下我看怎么挂。有点无聊，睡了，你睡睡呗。你还点评一下我的直播干啥呀？你以为你谁呀？你觉得无聊，你来播一个，我看看你直播怎么样。可不会说话了，这临走之前有点无聊，睡了。哎呀，你哪个评委老师啊？你是哪个节目组的评委老师啊你？你干嘛呀你？我的直播就是，这干嘛呀你？很奇怪了你。哎呀，挺无聊，是干嘛呀？你是，有些人可不管刷多少，有些人可不管刷多少，什么意思？我喜欢男生，不喜欢你，那就很正常，就是你也很正常，就是不喜欢你很正常，家乡口音标出来，我家乡哪里啊？我家乡是哈尔滨啊，对，
宝宝巴士发车了，什么什么？我的堵塞。那个啊的啊，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了，可是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了，少在这块说这些大话，啊，少在这块给我说这些大话，你才活多大岁数啊？你还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了？有的人说，图图分手了，啊，分手挺正常的，可是我觉得我心好痛好痛，我觉得我无法呼吸。我觉得我整个心都被他夺走了，能不能把心还给我？求求，把心还给我！你干嘛呀？你干嘛呀？真是，哎，真的，你才多大岁数啊？你除非你告诉我说，哎，你好像就是活不到20岁，那你干嘛？你说这种话呀？我还要生活，今天的榜一放下，没必要，没必要争这些东西。明天上课，休息吧。人家上课得早点休息，要不然明天上课不精神，好吧？处过几任对象？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问这个问题，你干嘛呀？我处的对象人多了。我就是我跟那个《芝麻绿》里边的那个剧情完全不一样，我其实就是海王，对吧？我现实当中我就是海王。所以你所有的爱可能并不值钱，爱我觉得是最廉价的。我说实在的，啊，我觉得爱其实是最廉价的，因为有很多人以爱之名去做一些事情，因为爱其实不需要什么代价，对吧？有的人说我爱龙二，图图怎么办？我特别喜欢龙二，你能不能告诉他我喜欢他，然后让他总直一下播啊？他在那个淘宝直播，那算了，等他来抖音直播吧，你就去淘宝看他直播就好了。哎呀，我还得下载。你不是爱龙二吗？但是我最近流量不太够，然后我要下载一个淘宝的话，有点30多兆流量，哎，很奇怪的，你知道，很奇怪。哎，你是在说自己是渣男吗？我觉得我这个岁数已经不是纯情小少男了。对，我已经不是纯情小少男了，就是可能对某一任感情还是会很认真，但是就是会经历很多东西了，就是你就像我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应该是纯情小少男，但是后来你看我，就算哪怕再努力的谈一段感情，其实它结束了我也能接受，我也不会去纠结很久，对。就我不会纠结太久了，因为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纠结太久。你有社会的，就是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一个社会的一个身份，你是一个老板，你是狗的主人，你是一个房奴，你有很多社会的身份。你没有像你们学生，你们除了就是上课没有其他事儿，你们丧一丧也 OK 了。但我要丧的话，那就生活怎么办呢？对不对？对不对？这 没有那么多矫情了，现在是吧？真的没有一段感情能让你伤心的吗？有啊，有很多段都让我伤心，但我没必要，我上来我就说，你知道吗？我可干不出你这种事儿，这个叫大情种的，图图，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老师，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看门大爷，我喜欢的男人不喜欢我，小卖部阿姨，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这不神经病吗？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我至于就是直播间这么多人，我告诉他，哎，分手了。嗨，我是百日屠夫，你知道吗？我分手了。哎，你好。对，通知你一下，我分手了。我干嘛这样啊？很奇怪，我伤心了，我就得非得表情给所有人看，脑子有泡吧都。你最爱第几任？我才30岁，我未来还有30岁的，还有个，因为我就算60岁，我觉得就是我也是一个闲不住的小老头儿。我60岁的时候，我也是闲不住的小老头儿。那可能我还有30岁的恋爱龄，就是我有30岁的时间，30年的时间还能去谈恋爱。我到现在我都不能说我最爱的是谁，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衣服咋没有？我现在没有衣服卖啊！对，我没有衣服卖，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做完衣服再说啊。我知道龙二在干嘛，不知道。你那个就是叫二哥的，你要是对他感兴趣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不要在我直播间里啊。就是我真的就奉劝一下，就是咱们就没长脑子的朋友，咱们去补补脑，吃点核桃，溜个核桃之类的，每天就补补脑，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礼节礼貌的问题。在我直播间里，你天天问别人，我已经不红成这样了吗？干嘛呀？就在我直播间，就替别人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是，我就这么不招人喜欢吗？对不对？就是很奇怪，你脑子你不太好，你就去看看病，你看看病。我跟龙二就是关系就是当然是很好，但是呢，没有到那种就是24小时天天联系，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也没有，我也不是他的监护人，对不对？我天天管人家在干嘛，我天天告诉你们在干嘛，人龙二愿不愿意搭理你们都是一回事儿，对不对？那天天问啊，我好喜欢龙二，我能跟他做朋友吗？你哪位？就很奇怪，你们就，还问我龙二有没有对象，我哪知道啊？再说我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啊。人家龙二愿不愿意让你们知道啊？你们哪位啊？啊，天天问我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就是，最近私信刚刚老师打了羊胎素，这个是可以问的吗？哦，可以，这不很奇怪吗？对不对？长脑子的都不会问我这些问题，我这就是属于在这块爆料人家八卦了，对不对？那不很奇怪吗？是我卡还是图图卡？我卡吗？我不卡吧？现在好了，真的是那很抱歉，把嘴闭上就可以，把嘴闭上就可以。我不喜欢别人给我道歉啊！你有道歉的功夫，你就把嘴闭上，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谁和谁关系再好，你也不能说，哎，龙二呢？你们在龙二直播间，哎，百里呢？他脑子有泡，这就脑子有泡，咱们就拿那个针把那个脑子那泡挑出来还卡呀？我不卡吧？我这边不显示卡呀。在我这问龙二是一是零，是一是零跟你能有什么关系？咱们就说一句非常现实的话，人家是一是零，轮得到你？哎，很奇怪，很奇怪的，你很奇怪，对不对？太自信了，就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
演员面试是带你的面试吗？演员不接受面试，啊，咱们演员都是我私底下去找的，嗯，不接受面试啊。谢谢黑福的小心心，谢谢谢谢大哥，谢谢榜一大哥啊。幻想的时候用，这点出息。哎，真的是被这些，因为没有人不喜欢体育生嘛，有的人不喜欢啊。我喜欢体育生，也不是那种所有的体育生我都喜欢，我喜欢那种身上没有异味的，嗯。因为龙二演的好，龙二演的好，嗯，龙二我会觉得就是演员里就是演的比较好的，嗯，你看他演一脸演零都很好，我现在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你看龙二演一演零都很真实，我要是演一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真实，我要演零的话，大家就觉得不自在，就说白里头你这么 man，你演不了零，你演零我会出戏，所以就好多人私信我说你以后不要演零了，你就演绎就好了，对，很多人都说你太 man 了，嗯，零最自在，我屏蔽你了，我看不见，哎呀，好 man，哎，私信都私信爆了，哎呀，天天就是说那个，嗯，很多人要都说看不见你们说这些东西，对。演零演挺好的，不是我演一演的更好，就观众就是都告诉我说我演一演的最好，嗯，大家心里都有数，你们有屁，别骗自己，我没骗啊，对吧？演绎是我一直想演，我给大家演一段反派一，反派一啊，来了，让你坐了吗？穿这么多你不热呀？那你说怎么办？看着我干嘛？解扣子。对。穿了白色，可以。过来，坐我这儿。想不想我？想不想我？去外边跑十圈。废什么话！我让你跑就跑，我喜欢汗味儿，回去。行不行，家人们，咱们行不行？行不行？咱们反派一行不行？这 体育老师 军训衣，真的以为有人在啊？只要反派一我就能演啊，
反派一不都这样吗？是吧？演渣男啊，渣男很好演啊。干什么？这么多人呢，你整的吗？打住行吗？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就不要再跟别人提起。这种事儿不是你情我愿吗？你天天跟别人说什么呀？你做什么受害者呀你？你还委屈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挺爽的吗？不要逼急了我，我可拍了一些。好啊。那咱们就推特见，看看你到时候怎么做人。哼，不要再烦我。行 行行行行，家人行不行？行，这渣男。反派一，渣男，我很喜欢演这种角色。嗯，对，我很喜欢演这种角色。嗯，就我不太喜欢演那种小咩咩，我不喜欢。嗯，算本色出演，不算。但是我很喜欢演这种角色，很爽。对。跟我搭戏不紧张，我觉得会演戏的跟我搭戏都不会紧张，不会演戏的跟我搭戏会紧张，因为他们接不住。嗯，对，我很喜欢演渣男，对，我下一次我一定要是演渣男。嗯。心机男，心机男就是婊嘛，绿茶嘛。我演婊绿茶就是会比较浅，你知道吗？哎，你也在啊？挺巧的啊。你们昨天吵架了是吧？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哦，要不要我去跟他解释一下？但是我们昨天真的没做什么，就是你不小心亲了我一下嘛。我觉得他这么深明大义的话。应该不会介意这种事情吧？不至于吧？你这点事儿你就要闹分手，这样我会很愧疚的。能感觉到，其实你俩这次吵得很凶。啊？你真的想好了？我还是劝你不要冲动，因为你们在一起都9年了，真的没必要因为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怕你后悔，我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
没有没有，我也喜欢你。那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你跟他好好说，就算分手了，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做朋友的。那我们明天再见吧。绿茶，就是对不对？对，绿茶是不是？学到了，家人们，是不是？我买小风车，哇哦，想跟我撒娇？我手机快没电了，手机快没电了，没电了。撒娇我也会啊，最后一段撒娇，咱们就不能再演戏了。咱们要演戏的话，就是你们会精神错乱的，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我。来，撒娇。你这坐姿就不一样了，撒娇的人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紧的感觉。讲，好呀，你别碰，这这么多人呢，你刚刚那样说我不太喜欢。你干嘛生气啊？那么多人，你干什么？生气就生气呗，我还生气。那你什么时候不能回家做吗？你这样就让我很为难啊。不管了，不说。哎呀，不得劲儿啊！我这个真的不得劲儿啊！哎呀，这，我不演了，我不演了，不演了，不玩了，我一定喜欢撒娇的，我当然喜欢撒娇的，撒娇的，对，对，我喜欢撒娇的，我喜欢情商高的，我觉得就是吵架什么的。包括你犯了天大错误，我觉得你跟我撒娇的话，我可能都会给你留个全尸。对，喜欢撒娇一呀、啊，我是一哎，我是一。那撒娇姨这很奇怪啊，撒娇姨就是，
那我今天晚上可以干你吗？就 是这很奇怪啊，就是撒娇医生很奇怪啊，对啊，这很奇怪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内心是不是？手机快没电了，花心男。都行，你开始办就行。在家吧，我不想去那个商场。没有啊，没什么病啊。嗨，你这多想了啊！你看，哎呀呀，又生气了。等一会儿，我过去啊，帮你。我来了，媳妇儿，这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这简单，对吧？媳妇儿，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接个电话。你看，单位同事。你先睡，我把门给你关上啊。喂，老公，我今天要陪我媳妇儿，我过不去。哦，真不行，我今天有点拉肚子啊。这神经病，这。简单啊，花心的也有灵啊，这是0.5吗？这是一个变脸，这是变脸选手，就是。手机还有7%的电。总可以把故事掩藏，不中了，都要休息了，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那个羊皮丘家买了乌骨鸡爪，等会我要点一个好吃的一个外卖，点个外卖，然后吃鸡爪子，对。这样吧，家人们，我现在先关掉，然后我点个外卖，然后等会我给大家直播美食直播或吃播，好不好？就先这样喽，这样喽，我都还没吃晚饭，就这样喽，好不好嘛？就这样好不好？对，然后大家手里有豆的话，对，可以刷一刷豆豆，因为我最近就是酒吧生意不是特别好，然后马上要交下个月房租。就是会穿，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就为了带他看直播，我就天天用流量。对，如果说你们今天刷的比我刷少了的话，可能我就明天就没办法直播了。我直播见不到你们，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哪位朋友能刷嘉年华呢？对不对？天气冷了，我想在游乐园里玩一玩。神经病！好了，
8万，我想关了，我想关了，对，酒吧出了问题，是，我先关了啊，我先关了，先关了，等一会儿见，等一会儿见，好不好？等会儿就有直播，明天再说，明天等会儿就有，关了啊，等一会儿，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会再开直播，充半个小时电，拜拜。